在交通繁忙的形状中正路与五股土城线的快速道路交叉口，可以看见市长朋友们亦步亦趋的身影。他们正要前往的暑雅小站提供了生活重建、职业重建等服务，由盲人重建院在2009年所创办，目的是为提供视障人士职业训练，并为取得国家考试证照的学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机会及场所。我们现在其实大多数的老师都是来自于我们接受职业训练之后结训并取得国家证照一丙级的老师，所以以目前小站的老师们都是就是有受过就我们重建院的职训的部分。当他们考取证照之后，那我们会做职场的就业的辅导跟追踪。那有意愿的老师们，那我们经过我们内部的评估，那符合我们这里的老师，我们就会做到这边担任成正职的按摩师。希望说能以我们为开端，我们把最好的展现出来，也让其他的按摩院所可以去做返校，进而提升我们每位按摩师的薪资所得。舒压小站中的每一位按摩师都曾经在生命中遭遇重大挫折，但靠着舒压小站的帮助，在努力训练中找回自信，让自己有能力可以帮助需要的人，并将这份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